且它没有小节线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速度是可以自己。你可以这样弹，好听极了，对我来讲真的是好听极了，比这个，哎呀，不是这意思了。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，但我可以弹得很慢一点，也可以弹得快一点。这个我觉得这个音乐就很有意思，就在这儿。您刚才描述的就是两个时间，一个很爆，一个速爆嘛。我脑子里就一直在猜测的一个是，像是中提琴这样的音乐，一个可能是高音。你的想法也挺有意思的。有的你可以看到，有的壁画里两种琵琶都在，一个是四根弦，一个是五根弦，啊，两种可能就是在那个乐队里面担任不同的角色，但是它跟卢特琴和吉他和这些所谓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曼陀林啊，或者这些都是一个祖先的，都是那个祖先出来的。啊，谢谢。